再看一下我们的车轱辘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在西湖旗县城里，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北方的，在外面那五金店外面要卖的东西啊。你看，因为我们这雪大，然后我们又是牧民多，所以呢，你看这些工具非常全，而且都是放在外面去卖的。这应该是车那个什么防滑链吧？这个算是小号的，这是小号，这是中号吧？应该我们家有比这大很多的。哎呀，哎，这个透明的好好看呀！还有铁丝网啊，还有这个铁桩、油桶啊，哎，这个好。因为我们冬天有雪，所以你再去弄牛粪或者是煤的时候，它全部都是雪，你要用这个给它筛一筛。小铲子，哎呀，再进去看看。俺念不着，俺打那个豆窝多西的，俺得着。啊。我们家有，但是呢我们家这个不太牢固，所以呢你再去弄煤的时候，因为它是重嘛，所以就坏了，漏了。这个应该还行。味儿有点重啊。哈哈，啥都有。你看锅都有。雅马哈。大的小的，因为我们经常也会停电或者是冻了怎么怎么样了，用这个去柴油机去发电。铁链子倒，我们叫倒链，不动的那种管子。嘿嘿，喝地都先他吧。这不蹲梯子吧？这是。啊，这不进。哦。都是家里面的东西。还有这个鞋。雨靴、靴子，还有这种军大鞋，这叫棉鞋，高筒的、低筒的，大棉被、大水桶，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抽水给它存住的比较多。北方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很大。你看这茶壶，这得多大？个个都，哎，重要时候、必要时候，这个能防身。这个案板算是小的，这个也算是小中号的，还这么长。还有看到什么？看这么多，这么大，你看，大洋锅。应该整只羊的肉应该都能装得进去了。我才过去是尿骚，你不懂他啊？啊，不一定，就都是还蛮狠的，和这个车的，叫阿弟叫。来多点嘛。很有特点的一个东西。这其他地方有吗？我问一下，我们其他地方有吗？哎，刚吃过。嗯，这样的一个钩子，铁的，然后这么长。全网发起提问。嘿嘿嘿，我们拎个本嘛。把车这个事情搞一搞，你那边那个呢？又呀！
딱 진짜. 전덕이 아비다. 이건 거의 맨에 들을 줄 알았다 옛날에 진짜 한번 어디 들을 줄 알았다. 이건 옮길 것에 한. 응. 원한노. 들고 저기 눈물을 봐. 아. 아, 뒤에 사실 그좀 탄지. 하. 이님으로 가요. 혼자. 혼자. 하. 뭐야. 이렇게 있는 떨어뜨려. 저 당첨한테 이렇게 있는 걸 가요. 送电灾走，我以为送的呢。这多少钱啊？这个？十五，那么贵？我们锅是多少钱的呗？五十五的，便宜点呗。多少钱？便宜点呗，四十吧。五十五，他说五十五。五十。嗯，这个你说四五块，这是五块钱，就五块钱，就那些，嗯，就这钱，这不是我的，啊，那不是是吧？多少钱一个？总共是八十二块钱，八十呗，加一碗了，八十。就是我给的好呢。啊，谢谢谢谢，就是注意防护啊。